大连大社会与新兴国家内需持续成长，激励了第三季营收冲破了1000亿元，也创下单季历史新高纪录。展望第四季，大连大认为虽然在淡季的影响之下，单季营收可能会不如第三季，但是他们看好在中国大陆市场高度成长的帮助之下，业绩表现应该会比去年同期好。